好久没吃到饭了，今天来试试看这家卤肉饭如何。这间是位于在三重的这个芙蓉路一号。你刚有吃吗？卤肉饭。我吃一口啊。我觉得卤肉饭不错。卤肉饭还蛮好吃的。对，我觉得它卤肉饭。它这个，它这间的话比较特别，它是从。就是他开的时间，他开到早上九，这里，这里，他开到下午一点这样子。妈妈可以吃这个吗？可以，我等一下，现在有点烫。这是哥哥的，这是奶奶的。哎，汤好像有点辣。对，汤不行，哎，这个可以吃。他妹妹也这样。好，这炒面呢？炒面一半，米粉一半，叫米粉面。哦。嗯，我觉得他卤肉饭下次可以买大碗。它卤肉饭还蛮好吃的，看起来。这样算好好吃的卤肉饭。嗯，这是什么虾饼啊？它面跟米粉都还不错。哥哥。拉拉，拉拉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自己吃。啊啊啊！然后它的汤，哎，妈妈，为什么你都煮过了，好不好？喝不到的。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但我觉得他卤肉饭真的好吃。一半卤肉饭一半。我先，哎呀，拿那个炒一炒。嗯。哎，我。嗯。他就是。想要擦破。嗯。他花枝是真的花枝下去，然后用一点点粉，然后吃起来是脆脆的，还不错耶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干嘛吃哥哥的？那还想饿是不是？我在咬哎。哦，它的汤蛮清的。它的这种哦，好辣哦。它这根呢、啊？就是有一些根很稠啊，这根看到里面。Luna， 哇，妈妈说 ，Luna 吗？奶奶，奶奶，不要去抢人家了，你都吃不完那么多。那我很喜欢这个黄色的腌萝卜，饭饭吗？来，饭饭可以来，饭饭啊啊！有，你要吃几斤？丹丹拿过来，吃看我。谢谢。被挤到旁边去。这家稍微算 平均来讲算不错。嗯。他就是我点了一个米粉面，然后卤肉饭跟一个汤，然后那个花枝跟汤，然后再加上哥哥，哥哥，这样140。然后就是。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开蛮晚，因为它开到下午。奶奶，奶奶是你的。那一定要几个哥哥这边。不要。可是我们这是什么啊？爱吃鱼。米粉。好吃啊。
如果就是半夜可能想吃这种，它也有小菜啦，但我就没有点。对啊，因为它小菜单点要160。爸爸，我可以喝牛奶吗？那好，那不要把那个。我要冰箱的，冰箱的，拿冰箱的。辣很辣，难啊！你们那一罐一起喝好了，慢点喝不完。坐下，快点，快吃，快吃。这个你用小辣，对不对？啊！它小辣也太辣。要加辣。啊！妈妈。那不要再辣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但是这不能。我要放手机。我的 Pokemon 去放火喽。哎，鱼酥通常不是同一个味道，我觉得它鱼酥的味道比较淡。Pokemon， 哦，你要不要把花枝把它吃掉？吃去。还有一个，刚才在吃。嗯，吃就好，没事，吃饱了。你不要，你不行。这个根太辣，我喝不下去。是你的药，我吃过，有点奇怪。他先把大家的吃完，然后再吃自己的。感觉到别人吃的多开心。然后到最后还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碗。你都要吃完了，还娓娓道来。你都还没吃完。哎呀！也是算这种三重的这种深夜食堂，因为它真的是还要下从好像是从凌晨一点吧，还要下午一点，是蛮久的。哦，他走另外一个时段的路线就对了。对，就大家可以去 Google 北港虾仁，跟就是如果你真的宵夜找不到的话，又是可能在三重附近的话，可以寻找这一间，就觉得它的卤肉饭还蛮好吃的。